轻车神兽特别好点化，那就来吧啊。先去买柳柳啊，咱们是这样的，洗出泡泡灵仙的话奖励500的红包啊，洗不出来没有补偿，因为洗不出来特别正常。来吧兄弟们，开始了，泡泡灵仙、古精灵、剑侠客、雨灵仙，四技能又一个。二三，泡泡，泡泡灵仙啊，又是一个四。童子他五技能他值钱啊，五技能小1000万。这个四资质哈，出 bug 了啊！要出泡泡灵仙了，技能都卡死了。这只工资真的很高啊！泡泡灵仙，好了，开始了。起步时没法。交易啊，所以说泡泡起步时没有什么明确的价格，有机会点出泡泡灵仙，泡泡灵仙最开始值8000啊。好了兄弟们，咱们相当于用柳柳洗出了一个五技能童子，这是五技能童子，我说一个价啊，700万，你们给我来1000单啊，非常的 nice， 五技能童子资质稍微差了一点，不用那么多的 CD。 泡泡灵仙的几率好低，要不是成长带动，我他妈以为我都洗错宝宝了呢啊！成长18降到了 1.26， 变成了 1.234， 1.26泡泡起步时刷场景就可以得到了。好了，谢谢老板精彩的啊泡泡灵仙点化失败资源啊。